bus. 我买了张车票，我起得很早，宝宝巴士马上驾到。世界很多问号，答案我们知道。小福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上学迟到的事情是你跟我妈说的。不是。是我，可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要是我回家挨批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，听见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哼，壮壮又在欺负小福。不行，我得去帮帮他。怎么办？壮壮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别打我！小福，是我，我是琪琪。还以为是壮壮呢。哼，我刚才都看见了，我特地来帮你教训他。真的？可你没壮壮有力气。可我比壮壮有办法，放心吧，有我当你的保镖，百分百安全。让我想想，有了。我们就用这个。这个要怎么组织呢？只要在上面铺点草做演示，就能阻止壮壮了。那壮壮踩上去不会受伤吧？我先试试。怎么没动静啊？这个机关不太灵啊。你下去，我来试试。好痛啊。要不我们换一个机关。外面做机关太明显了，还是在屋里好点儿。有了。再系上绳子。看，新机关做好了。看见那边的沙袋没有？过来。还有这个苹果，只要壮壮拿起这个苹果，就会启动机关。你看，壮壮来了！别怕，好戏就要开始了，快快藏起来！苹果？是留给我吃的吗？原来是娜娜。哎，等等，不要拿。看来还得换一个机关。有了。这回一定行。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你瞧，只要壮壮一推门，木桶掉下来。到时壮壮就求着说：“小福饶命，我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”小福在家吗？来了，壮壮来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小福，你的包裹到了。吓死我了！瞧把你吓的，是快递。我去帮你拿包裹，千万别碰到这扇门。小福，快看，是限量版玩具火车！我一定要让小福借我玩几天。谢谢小福。Mm-hmm.
小姑，你在家吗？不好了，机关真的是从这儿来了！糟糕，我的机关还没准备好，快帮我把护筒拿掉！小福，救命啊！哎呀！七七，你好厉害！当然，壮壮，看你还敢欺负小福！欺负？我是来跟小福道歉的。道歉？你不是来找他算账的吗？我迟到是要送老奶奶去医院，老奶奶生病了，妈妈说我做了好事，奖励我一个巧克力蛋糕，我特地来找小福分享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我们错怪你了。琪琪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又跑到哪里玩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里啊！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谁这么可恶？总在这添乱。飞哪儿去了？壮壮，道哥也在玩我们的纸飞机呢。真的吗？找个更大的飞机飞过去。好主意。道哥，送给你一个大飞机。肯定又是琪琪。道哥，马戏团熊猫走失，发现者请联系。大熊猫，琪琪也是熊猫，把琪琪送马戏团去，就没人跟我捣乱了。原来小箱子在这儿啊。道哥，你拿纸箱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想玩纸飞机吧？折纸飞机喽！哇！这装给你。这里面太多了，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。有了！哎呦！道哥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脚扭了，好痛啊！给吃糖就不痛了。不了，谢谢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回家呢？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可是我走不了。走不了？有办法了！哇！
这车好酷！啊，我好痛啊！哦，壮壮别碰，道哥的脚扭伤了。脚扭了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不，哦，不不不，啊，不用了。你别客气，这个我最拿手了。哎呀，道哥扭伤的是左脚。左。右，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，这回一定不会错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现在不痛了。哦，不痛了吗？好像又痛了。还是让我来吧。好点了吧？好，好，我就说嘛，这个我最拿手了。哎，小福和妙妙在玩纸飞机，我也要去玩。琪琪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壮壮真厉害啊！你厉害什么？疼死我了！道哥，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觉得脚好多了，但还是走不了路，你还是送我回家吧。终于把琪琪骗到家里了。道哥，你的脚好些了吗？哎呦，我还是很痛。那怎么办？我要睡会儿才能好，可是痛得睡不着啊。这样啊，有了。安抚奶嘴，含着这个你就能睡着了。呸，这是小孩用的，我有办法，箱子里有水晶球，你去帮我拿过来。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当然，你看着这个水晶球，看着它来回摇摆，我就会想睡觉了。就这样一直晃，一直晃，有点晃，困就对了。睡吧，睡吧。琪琪，琪琪，成功了！我这就把你送到马戏团去，看你还怎么捣乱！道哥呢？好困啊！这是哪里？不好！救命啊！各位观众，儿童话剧《竹林英雄》就要开始了，现在开始检票。我就是今天的演员竹林英雄，哼，嘿，哼请出示你的票。
票。你看，嗯，我是演员，嘿哈，竹林英雄就是我，哼，嗯，那我也是，我到，嗨，哇，你们是亲子票，请进。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不，他们是企鹅，你是，熊猫。票。糟糕，再不进去就演不成了。我要赶紧想办法。有了。啤酒。哎呀，我的啤酒。我我耶，你的啤酒还你。我还是有办法进去的。门，哈哈，嘿嘿，我来喽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这么高的墙，呵呵，有办法啦！怎么又是你？没票还想进来？放开我！没门！放开我！不准进！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我真的是演员，你看。哇，真的是英雄。那我可以进去了。演员不要票。英雄先给我打打，签个名吧。妙妙，妙妙，你在干嘛呢？看我收集的废品。琪琪，你帮我看会儿，我去买瓶水喝。琪琪，我的废品呢？我帮你扔了，不用谢我啦。那是我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，卖的钱准备捐给山区小朋友的。我收集了3个月，今天是捐款最后一天了。妙妙别哭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到
哪儿去找废品呢？天哪，帮帮我吧！传单，废纸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福霸餐厅新开张，美食样样打九折。这些我都吃过了。又撒了一地，怎么拿才好呢？有了。绳子。这些废品拿去扔了吧。好。这是你捡的传单？当然喽。我正担心传单不够用呢，没想到你给收拾好送回来了。要把传单发到行人手上。不是，这些传单。我好不容易才发完传单，你又捡回来一堆，走开。到哪儿去找废品呢？怎么办呢？喵喵还等着呢。饮料瓶。怎么拿呢？有了，箱子。累死了，都怪那个臭琪琪。琪琪真是个好孩子，又在帮忙收拾了。老板，传单发完了，奖励。没看到瓶子掉一地吗？你看人家琪琪，帮我们都捡回来了。琪琪帮了叔叔这么多忙，谢谢你。把瓶子搬完再说奖励。这还有一个大瓶的饮料。我的饮料呢？我以为是别人不要的，就倒掉了。什么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回收垃圾，有了。袋子。怎么又是你？总是给我捣乱。你赔我，你赔我！不就一袋垃圾吗？那是给喵喵的，他要收集起来卖钱，捐给山区小朋友的。怎么不早说？
对不起，我没找到废品，这是我存的零花钱，把它捐了吧。喵喵喵喵喵！这是我家的旧报纸，这是我爸让我送来的空瓶子，我的破锅，啊，喵喵，现在够了吗？谢谢你们，可是还不够。这些垃圾要丢掉吗？不，这是我们要卖的废品，卖的钱是捐给贫困山区的。真是有爱心的好孩子。过来看看，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东西。喵喵喵喵，快看你收集的废品。哇，真的是，现在够了吗？够了，谢谢大家。啊，绣的差不多了。大哥，我出去一趟。待会儿有个快递，帮我收一下。老板，今天早上警察在快递里发现了炸弹。快递？炸弹？此时专家正在拆卸。幸好主人不在家。包裹到了，请签收。主人的快递。别跑，别跑。站住。一大早就捉蝴蝶，我再睡会儿。快看看是什么。下面我们继续为您播报炸弹事件。啊，炸弹，炸弹，是炸弹。赶紧扔掉。这是道哥家的快递，我这就给道哥拿过去。道哥，嗨，这里有你家的一份快递。不不不不不，我放这儿了，道哥再见。别再回来了。这次总算解决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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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是什么？难道是鱼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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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嗨，道哥！啊，又是你！你刚才慌慌张张的，是干嘛呢？不用你管。那我们去捉蝴蝶吧。我才不去呢！还有，不许再捣蛋了。捣蛋！小福，你在干什么？琪琪，你来的正好，河里好像有大鱼哦，网都借我网一下。网都够不着，琪琪，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抓鱼，让我想想，有了。哇，是鱼竿。哇，嘿，哎，真的有鱼吗？肯定有，我都看到它们吐泡泡了。啊
啊，上钩了！哇！快帮忙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！又是炸弹！我就不信扔不掉你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啊！炸弹！全是仙人掌！救命啊！咦，好像是道哥的声音，走去看看。最后三分钟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道哥，你需要帮忙吗？哼，不需要。刚才你明明在喊救命啊！算了，琪琪，我们走吧。哦。啊！只剩两分钟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有什么办法让我出去？哦，原来你被困住了。看我的！琪琪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让气球带你飞出来！妈妈，小福，快帮忙！快把绳子扔给道哥！终于出来了！道哥，再见！想好好睡个觉都不行，居然还有个盒子堵在我家门口！一点整。原来不是炸弹，气死我了！道哥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刚买的闹钟。道哥。